我给他 A 三下。算了，给他 A 五下吧。一带被动结束，仁至义尽。不能往这儿走，如果动手蹲在这，我们就崩了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西湖的水。有情况。骸骨镀层加多囊剂，那是完全没有回复的。整装待发。骸骨镀层加多囊剂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这给他刮到了。是长官。去不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Man has been slain.还有谁？轻轻松松。有情况。这个装备得规划一下，兄弟们，你这把该怎么做好一点？我这把也没了主意。裸面具吗？总感觉太危险，风险性太高了，裸面具。哎，靠，我还不如再蹲一会儿呢。这一波好蠢啊，玩的。是长官。蠢炸了。他魅惑我，我为什么要动呢？是因为我怕他诺手拉我，拉我他把我拉出来了。但是我走出来被他魅惑到了，这好蠢。要迅疾。主要是他有扫描，这个寡妇有扫描，他知道我的确切位置，诺手拉一下就会把我拉出来。我当时在担忧这个，我就直接走出来了，但是被魅惑到了。再等一下就好了。正在报告。这波这怎么着也不该在寡妇面前顶着魅惑直接走出来。整装待发。
这波没死，我根本就不怕他们，他们就害，他们就怕我了。很多时候玩游戏就是这种勇敢者的游戏，你害怕他们就上嘴里，你不害怕他们就退了。我得买个真眼，有情况。整装待发，是长官。他有疾跑。小心一点 ，A 最后一下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呵，我去前面看看路。正在报告。他这样我不好跟啊。学 W， 要迅疾。整装待发，我去绕一绕好了。反正我上去之前也没了，干脆就绕一绕。是长官。绕寡妇难度是有点高啊。他刚才寡妇不交闪现，我那个弹直接炸中他，就把他杀了。有情况。西湖的水，要迅疾。我愿意和你化作一团火焰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是长官。 这是什么操作呢？我去前面看看路。Killing spre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这是啥操作呢？诺索，他不能大招之后再 A 吗？P 完之后再 A 吗？也可以、啊。哎呦，还做不出来啊！坏了，我以为做出来了才回家的。我下一件要做中亚。 小鬼说挂子吧，挂子再做中亚。他只踩了两个蛋，没有踩三个蛋。八。受性急。防塔部门即将脱落。 不对呀，这样到时候他把线一推，他有扫描了，我不能让他推线，他推扫描把我这个营给扫了，那我破罗岂不是炸不了？是长官。 我去前面探探路。 这个重伤做出来，干嘛？ 我还没发力呢。正在报告。一二三四。我要占据这个小城，我让他不给我刷破。 寡妇来了，你需要控制体系。还嚣张不啊？ 我这个蘑菇阵，嚣张在我面前，亮表情还亮不啊？
我就知道这有个寡妇，这寡妇还知道我这放了个蛋，她还故意绕了我个蛋。这就意味着这寡妇在上路蹲了极久，花了极长的时间，想杀我。要买块秒表，真得买表，750。有迅疾！这波寡妇绝对不赚，兄弟们，在上路蹲了很久不说，他还那个交了闪现还死了。是长官。我要再打一块，打一组兵。杰不在，那我就在这组兵，我再带这组这波团我就不报了，下波团我再报。我太想要这块秒表了。把这个钱打了。Shut dow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我操，亏的！给瑞兹吧，我现在可以抱团了。有迅疾。这个中亚不能乱用。整装待发。先把这个吃了吧。寡妇在下。有情况。这人员带了去报中团。来来来，走！整装待发。搞起搞起搞起，来集团，我秒表迫不及待想用了，我有中亚的钱了，我去卖。叮，哼，我就是来卖的，我这波我就是实话实说吧，我就是来卖的，我这波就想死，卖了之后再买块秒表舒服了，再买个中亚舒服，下波我还能卖。
没有钱，我只能这样买了。要买大一魔刀吗？我感觉这把法穿战得早点做，我直接做了好了。怎么样？我们这边四 AP， 我感觉对面迟早是要做大魔抗的，我先提前做的，提前预判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 我这个勾引，我站在这不动，你就该懂事儿。我就让他来亲我，怎么样嘛？哎，为什么蓝爸爸呢？我走了。 我这不可以走。我把兵线处理一下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我要升到16级，我就可以无脑爆团。 这个小寡妇在我这，哈哈哈哈，怼我老弟老妹儿，哈哈，他在跟我斗智斗勇，我斗鱼智王啊，斗鱼智王岂是浪得虚名的？有信级。 给炸死一个，看到没有？有种进来。小龙有没有人吃？小龙啊！你们打嘛！我去前面看看路。我有中亚了。我操！我有中亚了，可以爆破塔。保护没大。 亲我都不敢，这个杰也不敢怼上来。这娜美玩的还蛮好哎。有信级。哎，娜美。哈哈哈哈！怎么说，兄弟们？<笑>
痛不痛苦？感受痛苦吧。拜拜。直接走，我这个法穿杖我感觉还是很有预见性的。这个劫太猥琐了，不值一提。十六级无敌了已经。有情况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直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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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龙打龙，别管诺手的，别管诺手，别管诺手。来来打龙打龙打，直接打龙打龙啊！打不了了。哎，寡妇还在刷，行，他在刷主要是被我蛋侦测到了呀，来不及了呀，我这蛋他得排过来的呀，死已经死了，我一下掉五六百血，谁顶得住啊，我这一下普攻兄弟们五六百血，这个两个相加还得带上我的符文呢，轻轻松松必中的蛋，太轻松了，我致盲他，兄弟你别怕，你说我回家搞什么装备呢？肯定有个寡妇想偷袭我，我直接先偷袭你，跟嘛，来跟。要性急。我差点钱出帽子，我想把帽子打出来再回家。我这个卖了，我只差300块钱就出帽子了。太天真了，开不出大吧，死、他一个打野跟我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我当然是乐意的，你看这一个重伤打了2000多点血，重伤真的很厉害，对我们提莫无脑出重伤就对了，帽子，这也太变态了吧，这伤害也太变态了吧，接下来我一个普攻700-800 AQ 龙打1000多，一个蛋1500多，我一个蛋真没开玩笑，这个娜美踩我一个蛋，他就算把他 W 回上他也得掉1500，别猜，我还没发挥呢，我帽子出来我还没开杀呢，你干什么想不开了，好，这样的话我还有发挥空间，慢慢追啊，但是别跟他打一套，慢慢追追把他送回家就行了，哇，让我们拿龙慢慢追啊、我们拿龙就行了，直接拿龙，诺手靠近不了我，直接给他耻辱的送回家，现在我伤害太无敌了呀，整装待发，
好想让他没感受一下我的蛋，好不好玩？ 去前面探探路。好。蹲一下。是长官。现在慢慢打，享受游戏就行了，兄弟们。只需要享受游戏就行了。 纯纯的享受，真纯。哎，这有个寡妇，单纯的在后面给蛋就是享受，兄弟们。现在这游戏真的对我来人就是享受，给个蛋压一下，再给个蛋压一下，炸开就是享受。这个蛋好像被谁 A 掉了，没有蛋了。 先止步，全是享受。 来追我吧！哼，全是享受，兄弟们，来打大龙！别拆，别拆，快来打大龙！坏了，我队友要拆掉。我们打大龙吧。有情况。 我是不是能给卢仙提供被动啊？哎呦，我中大重伤，我大重伤。